我跟你说，现在骨头压力就给我骗一个过来，知道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给你骗钱。骗钱？去，把他电话拿过来。现在的人太精了，可能骗不到钱。骗不到钱？要也要。知道怎么打电话没有？亲切一点。给他就行了，让他自己来。好好说话啊。哎，丽丽啊，我现在在闽北这边找到了一份好工作，月入过万，这个公司搞金融的，很挣钱的，很挣钱，哎，稳赚不赔，反正赚到钱就可以回去了，过来是吗？那你让你发个位置给我，我让他们去接你，他们包机票。好。这样就对了，早知道这样说话，你还用受别幼之苦吗？啊？他等下发位置过来，你们去接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这个人你再搞不到的话，把你关在水牢里面一天一夜，饭都不给你吃。看你今天表现好，关你两个钟，去把他拉到水牢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怎么都听你们的，你们叫我干嘛我干嘛。走，你要跟他下一点。我怕。到时再待下去。对。走。一家娘的，人没有，钱也没有，你过来吃白食啊？啊，算走了，搞定了，搞定了是吧？啊、来。这个人，今天我们呢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打电话骗钱。又打了，又打，拿他电话过来。老哥，好说话啊。这个，不然今晚你要是在水牢里面待一晚。喂，哎，兄弟啊，我在闽北，缺点钱，十万。挂了，有人拿到他了没？是桃子的了没？啊！不按剧本来说话了你啊！这样你多少次了？懂都不懂啊？你谁欠10万块钱的啊？这个废物他妈前面我到，找人，找两个人过来。对，美女，找人过来，我高兴我就把你忘了。要不要先打一段子来？他不打电话就给我打王子，王子给你打，打。在我们这里，你不算是人，你就是一只蚂蚁。我们想怎么踩就怎么踩。就这样，放下小心点，蚂蚁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。打打，哪个？这个，醒目一点。喂，小梅啊，我在闽北赚大钱。还有保镖过来，月入12万，又垮了。妈呀！妈呀！妈呀！哎呦！行了，正好前两天有个老板说要个腰子，把它割了，没用了，拿进去，我来动手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哥，首尾放好一点啊！他娘的！哎呦！不要！掉！掉什么掉？不行不行！最近业绩太差了，他妈的又加大力度，把那些猪仔骗过来才行。他娘的！好了没有？好了。放在冰箱里面。库里那边了。妈的！注意啊，把那些人要加大力度骗过来，那些猪仔，好了，不然这个业绩很难看，搞不到钱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行，你们好好看着啊。好，我去水凉那个。好，我出去了。我在这守着，晚一点把它丢到后头去喂狗。好。